有十几年了吧？啊，明天做套新的，不，做两套，用最好的江南丝绸做两套。老爷，你发烧了？没发烧，是发财了。今年6万匹，明年30万匹，我就是陕西最大的布商了。爹怎么了？来，他今天高兴，喝那点酒，只怕不止喝了一点儿吧。吴姨，你坐。爹有了钱呀，我给你准备最丰厚的嫁妆，我要让全泾阳的女子都羡慕你。预告太短不够看，想获得更多剧透，欢迎关注腾讯电视剧微信公众号 get 更多剧情，微博搜索腾讯看电视，还有明星签名照和剧集精美周边等着你哦。